这次遇到大麻烦了。冬梅，一起去超市买点明天郊游的东西嘛。不去了，我要把这本书看完。那我跟你妈快去快回啊，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呢。这么快回来，肯定有忘带东西了。是小偷，赶紧报警。糟糕，手机放在客厅了，无法联系外界，只能拖延时间。如果现在锁门，村庄万呼救。救命啊，救命！或许对方会逃走，但也不排除。不行，如果藏起来，也许能偷到爸妈回来。但是屋里藏身地方有限，他在翻找钱财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我。如果藏身忙碌，爸爸是你吗？小鬼，已经瞎白话话了。周东态度，他又不傻，该怎么办呢？既然躲不过去，那就……原来还藏着一个小鬼，小朋友想和叔叔玩捉迷藏呀？哟，藏得还挺好嘛。让我看看，这谁在这里啊？ My name is Woody。 这什么鬼？坏了！喂，警察叔叔，还和上次点一样呗？嗯，好。老板，来两碗面。这叔叔胃口真好。您的面慢用。啊，原来有约。咱俩交往五年了，你就爱吃这家的面，以后我天天带你来。不，别听别人八卦。来，多吃点肉。哎，发生那件事以后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您的泪腺在眼角处，所以眼泪会先从眼角流出，而他的眼泪瞬间从眼眶中间滑落。眼药水起多了，鼻子没红，也没有哭腔和哽咽。哼哼，假哭实锤。不过这是演给谁看呢？你在这等我啊，我去买你最爱喝的奶茶，千万别走啊。这男的虽然不太正常，但还挺深情的，我听着都快哭了，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怎么了。哥哥快跑吧，不然就该你哭了。哎，要想情人节我还待着，是该哭了。是来吃霸王餐的啊。 Run， 站住，别跑，绝了。记得回去跟家长说，以后我上门拜访啊。好，孙老师再见。完了完了，肯定是没考好，老师要去告状了。妈妈，马上孙妹妹回来了，走，和我们出去买点好吃的。妹妹，你说马上怎么了？我说马上要预习一下功课，先不出去了。这么懂事，那我们走了。我假扮成姐姐，让老师赶紧离开，这样妈妈就不知道了。嘻嘻嘻嘻，我是不美，帮助小朋友。是不小妹家吗？嗨，你是不美吧？你妹妹和大人在家吗？孙老师，咳咳咳，他们临时有事出去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孙老师？快进屋吧，这大热天的。再拖下去，妈妈回来就露馅了。孙老师，我犯了，不是，我妹妹犯了什么错呀？犯错？对呀，是不是因为没考好？等她回来我训她。时间不早了，老师你先回去，太晚不安全。老师不能走，我得把这个给你妹妹。老师，老师，我在路边捡了个钱包。所以我今天是专门来鼓励你拾金不昧的妹妹。不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中暑？嗯，孙老师来了。咦，不出所料啊。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你不愿和我们出去时就猜到你有事，听说要去买好吃的时候有明显吞咽动作，之后手摸鼻子说话，也是惯用的掩盖心虚的表现，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喽。行啊，你现在这歪点子越来越多，老师要来都瞒着不告诉我们。孩子妈消消气，其实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这孩子淘气是淘气，但还是有优点的，随我。嘻嘻，姐姐我很厉害吧？虽然这次又没考及格，但我有荣誉证书，你都没有。来，进屋说说考试的事儿。舒服了。偷走红包的人就是你。啥？案发时我正拔罐呢。爸爸玩了个时间的游戏，先以老爷名约刘爷爷下棋，但不是3:40，而是3:20啊，您别忘了。然后在你下午离开家之前，偷偷把表快了20分钟，同时把红包在脚旁边，就是为了确保老爷能够看到，从而做出错误的时间证明。也就是说，老爷以为刘爷爷3:40来找他，但实际是3:20。没错，真正的案发时间是3:20到3:40，而这个时间妈妈在拔罐，爸爸刚
正好可以偷偷返回家拿走红包，以及调整回正确的时间再返回与妈妈会合。我说你当时怎么满头大汗呢？原来与时间赛跑去了。有证据吗？只需要问刘爷爷他几点来就好啦。你这是有罪推论，你怎么不回答妈妈呢？那本来就是我的钱，我偷他干嘛？那老爷呢？也可能是老爷偷的。你怎么能和老爷这么说话？完了，老爷一定很伤心。爸，对不起，我承认钱是我拿的，您别生气。我生气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作为家人，你们太不了解我了。我差你这点钱。奶奶，你不是在跑车吗？怎么有空来接我？刚才接到了一个乘客。你好，我那箱年货你帮我送一下吧，到了目的地有人在那儿等着收。啊，你怎么不叫快递呀？啊，我这年货着急用。这大过年的叫快递都叫不到，只能打个车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拿着你拿着。行吧，我看这刚好离你挺近的，就顺道接你了。奶奶，帮陌生人运送物品的事以后不要再做了。快递员送快递都是需要检查物品是否合规的，谁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。说的对，这马上就送到了，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对，就停在路边打着双闪呢。我上个厕所，马上出来啊。啊，好，不买，你注意一下啊。说是穿的黄色羽绒服，是那个吧？尿不湿包装？难道他去厕所换尿不湿去了？哎，是我，把东西给我吧。真恐怖！等一下，奶奶，这里面有问题，报警。藏哪了？老爸，你。哎，不美，咋了咋了？老爸他刚刚发奖金了。老公你太棒了。不对，不是这样。老爸刚才。不美，你想要什么玩具啊？不美乖啊，妈妈给你存起来，等你长大再给你。不美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这些照片都是老爸之前藏钱的地方，但现在什么也没有。那就是他真没钱了。白天妈妈过来后，老爸始终没有挪动过脚，所以他很可能是趁乱在脚下踩入了几张钱，所以他一定有钱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哼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快醒醒，出事儿呢！咋了？快起来，出大事儿了！把重要的东西带上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怎么还坐下了？出事了，快走啊！在危机时刻，人会做出下意识的选择，而老爸的选择是：我没写完作业。对呀，学习可不能耽误。哼，一定是藏在里面了，怎么没有呢？别找了，在这儿呢。妈妈，你看见了吗？确认没错吧？在这么紧张的时刻，你还惦记着你的私房钱？等一下，这是不美的钱。我哪有钱？这是为不美存的钱。现在孩子上学，没点才艺怎么行呢？我给不美在天猫双十一加购了画板、小提琴、奥数题。现在点击左下角领福利，赶着最后冲刺，满300减40，多划算啊！跆拳道服你买了吗？哎，我这就加上。妈妈，我有点头晕，好像真的出事了。哔哔哔哔哔哔哔。